这个九头身美女吴佩慈呢，自从为未婚夫纪晓波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呢，也是一直风波不断。她在感情路上也有点命运多舛啊，先是传闻这个纪晓波不想娶她进门了，然后呢又拍到这个纪晓波和一个女明星贴脸的照片。对，但是呢，初次升级为未婚妈妈的吴佩慈，对于这一切，不管别人是怎么质疑她，她完全都不 care， 俨然是一副有女儿就万事 OK 的样子。产后四个月，吴佩慈已经迫不及待地抱着女儿出街了，小蕊蕊肉滚滚地躺在妈妈的怀里。话说还有什么绯闻能够敌得过母女之间如此有爱的画面呢？如今真的有了自己的宝贝，当然也很想挑战一下时尚棒。女儿小蕊蕊真是一秒钟变身妈妈专用时尚道具啊。